大家好，我哋系 Kola， 我系阿搞，我系 Winka， 我系心灵，我系 Marv， 我系苏晴，我系阿 D， 我系 Ivy， 我系 Candy。Kola 由成军到出道用咗唔够一个月时间。但八个女仔在全民造星四对足半年，又怎会不知道队友的小秘密呢？就等他们揭晓 Kola 之罪，看看大家估不估得中啦。最为食是他啊，呢度系啊，绝对是他，因为呢他我第一次认识他的时候，咁我就有時會帶啲糖喺身嘅，因為排霧啊嗰啲，我成日驚自己會血糖低咁樣啦。跟住每一次攞啲糖出嚟，總之聽到包裝聲咧，佢就好似我只貓咁噶啦，就會咩嚟噶？但係佢會睇好唔好食嘅，佢會睇想唔想食嘅。但係佢就真係最為食嘅，反應係最快嘅。聽到嘢食，即係就算佢化緊妝又補緊個嘴啦，跟住聽到人哋講嘢食，佢就係啊係啊，呢個好好食噶，但係人哋仲化緊個嘴咯，係呢個好深刻，所以一定係佢係。我不吃內臟，其他都吃了，同埋不吃屎。最豪爽，我覺得是 Ivy So， 係，因為其實佢真係有啲男仔性格嘅，即係佢有時即係坐低咧又唔合翻埋只腳啦，跟住笑咧又哈哈哈咁樣，唔揞住個口，佢係大笑出嚟嘅。因為我是女校，喺度同阿鄭都唔會揞口。系啊，真系有啲性格，系啊，所以就系啦。多谢你啊，我中意呢个名衔啊。最贪命啊，呢个我觉得系阿 Marv， 因为咧佢其实好有 fashion sense 嘅，咁佢会对靓咧好有执着，好有自己一套睇法，所以咧佢平时都会执着自己嘅打扮啊、衬嘅颈链啊、配饰啊、头嗰啲咯。最唔准。我覺得是最不準時咧，就是阿 Marv 嘅。但我哋大家其實都有不準時的時候嘅，係啦，都需要改善嘅。咁但是係咯，即係大家都需要改善咯，係啦。但唔係因為貪靚嘅，我掛住襯嘢。係因為賴床。賴床最耐一個鐘，一個鐘係啊。因為咩事啊？冇出意外啊！瞓著，再次瞓著咗啦。係啊，所以我嗰日就係一去到，跟住佢哋全部都暗住咗個頭，跟住我唔知佢哋係邊個，跟住我就要估咯。最懶瞓應該係 day 啊，係，因為咧有幾次我同佢同車咧周圍做嘢嘅時候咧，我同佢講講下嘢咧，跟住冇反應，跟住我一望咧，咦瞓著咗 ，OK 咁我唔講住啦咁樣，跟住每一次落車都係要輕輕拍一拍，跟住佢就會嚇邊度嚟喺度，係啊。最多難夾，最多難夾應該是我自己咯。我嗰啲係啊，所以係啊，係嗰啲係正常嘅笑話，我嗰啲咧係夾硬嚟嘅難夾嚟嘅，係啊。示範到一個啊，我從前咧有一條招啦，咁嗰條招咧就企咗 C 位喎，咁佢從此就成為咗焦點啊。呢個我哋自己創作嘅笑話嚟嘅，多謝大家。最百厭。Well。最百厭。唔使審啦。哦，蚊咯。Candy 啊。蚊。佢好中意，佢好中意撩人玩咯，跟住有時候話人哋唔理佢，但其實我有理佢咯。我都有理佢。其實我都有理佢，不過佢最百厭，你唔理我咁樣。佢會好快冇電，係跳，但係都會好快插滿電咯，係啦，即係佢滿就100%咯，冇電就零零咯，係直接熄機，壞壞咗咁樣，壞壞地嘅電池。佢而家有電嘅，最污糟，你同居過唔知道我咯，我咯，佢唔俾人上佢，唔係我屋企咧真係好亂嘅，即係其實我都想喺度同大家講咧，就係。點解成日做星嘅旅程裏面，我淨係開過一次 live， 仲要係同 Ivy So 去酒店開呢？係因為咧，我屋企係啊，我真係揾唔到一個乾淨嘅 background， 即係清即係整齊嘅 background 去開 live， 係啦，咁我就有啲尷尬咁樣，係啦。衫應該係堆黃衫嘅。係，其實佢係亂中有序嘅，即係揾得翻嘅，係揾得翻曬出嚟嘅。咁但係咧，就都真係亂到執唔到啦，係啦。
睇到呢度，相信大家都加深咗对 Connor 嘅认识啦。到底八个女仔入行之后最唔习惯系乜嘢呢？又想同 Mira、Era 边位师兄合作呢？记得收睇下集 Feel One 人物专访啦。